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你有冇发现你电话嘅 App Store、Google Play 成日都叫你 update 咧？你就会问有冇咁多嘢好 update 啊？而家呢个世代就系咁噶啦，好多 Apps 都 update 得好快啊！静静鸡话你知啊 ，Google Chrome 有个版本每日仲要 update 几次添啊 ！Programmer 由写 program 一直到 deploy 出街，一日改几次，一条龙服务啊！呢一种学名咧就叫做 DevOps 啦。不过呢一种模式有利有弊，因为程式由开发到出街嘅时间越短，测试就会越做越快，越做越少，安全漏洞就可能越嚟越多啦。好多时为咗快，好似乜嘢都可以牺牲咁，但系安全问题系最唔能够轻视噶。试想象下。你公司有个 programmer 为求方便在网络上下载一个现成的 library 来用，但出街之后这个 library 原来充满安全漏洞的，被黑客一攻即破，这样快只会得不偿失，还会影响公司的股价声誉，所以各位 programmer 请注意 DevOps security。 如果你是用 container 就更加要注意 security 的问题啦。如果 programmer 是内鬼，想偷走 container 里面的资料，又或者杀埋你其他 container， 那你就要用 container security 的解决方案了。